嘿，大家好，我是柚子，不是阿翔 Clicky， 欢迎来到我的 Studio。今天忙完一点 Minecraft， 我们讲完的是水小王的旅程卡尼达。好了，今天开头有点奇怪，我们今天玩的是水小王的旅程。刚那个卡尼达有点像是最近在看的一个汽车广告，里面会有一个奇怪的甲虫在那边当当当的那种歌。宝宝们知道我在讲什么吗？我们今天来解提尼斯的主线任务三好了。我有看到有 Bob 们在，这是你们的圣物吗？你可以在上面跳一跳去吗？我有看到 Bob 们说，就是提尼斯这里的主线任务好像不只有三个，好像有很多很多个，是这样子吗？那我要在这边待到什么时候？先看一下身上的包包有没有太乱。这个是我看到青银，就有看到 Bob 们在下方的评论告诉阿神说，青银这个东西并不是让你跑步变得更快，是让你掉下来的时候伤害受的会比较少一点。So ga， 我花了很多钱买这个哎。不管了，我们去看一下主线任务。哒哒，主线任务《冰雪奇缘》，Let it go，Let it go， 咩？《冰雪奇缘》是什么东西？我手上拿着这是什么？《冰雪奇缘》，看一下，市级年度盛会筹办中，陈真打工仔，猪年羊月牛牛日，好可爱哦！迪尼斯水会即将进行整修清单，哦，这个是类似像是公布栏之类的，还是布告栏，还是什么栏之类的东西吗？很像学校那个东西，急症送护员出发，就是什么？最近通报路上有一个水小。是在说我吗？等等，我身上的什么时候不见的？我的钻石衣服嘞，怎么不见了？啊！什么时候发生的事情？不管了，看一下任务有什么，反正衣服再买就有了。咩，有一个任务委托羊羊推推，羊你是羊不会说话好吗？羊推了推是小羊，就决定是你了。是小羊盯着羊思考了一下，然后随后开口道：“要到运送物资到雪山上的木屋旅社，对吧？”哦，你怎么都知道了？羊羊一脸惊讶。布告栏上面写得非常的清楚，是想要回答，倒是没有写说委托人是一只羊。那么我们马上出发吧。羊羊转身离去。等等，是想要拉住了羊羊。委托上说会有个向导，就是我啊。羊羊头头，羊羊回头答道，随后又继续前进。出发吧。有问题吗？是想要瞪大了眼睛望着前方毛茸茸的羊羊，牵着羊一同到山上雪山，并找到啊，就是我们之前那个雪屋是吗？难怪叫做冰雪奇缘。 Let it go， Let it go， 嘿咻，绳子，我在羊身上耶。我要怎么用绳子啊？超好吃的口粮，有助于肠胃消化，上山下海的辅助好伙伴。那羊不要乱走，我们走。等一下，我才是向导吧？而且这里的天气有点奇怪，右边是沙漠，左边下大雨。我还是不要，就是，哎呦，过来，我还是不要淋到雨好了。所以我们要淋到了，我们从这里上去，应该很安全吧？哦，不要淋到我啦！不行，前面都是下雨，我们要保持自己啊！要淋到了，等一下，风面越来越过来。不知道 Bob 们有没有被雨，就是被下雨天追过的感觉，就是原本没有下雨，可是前面就开始突然下大雨，但是你这边就是还没有下雨的那种感觉。Bob 们知道我在讲什么吗？算了，我要淋雨了，不然我真的没有办法过去。Bob 们知道阿珍在说什么吗？我要怎么带羊过去啊？羊会瞬间移动吗？哎咻，这样羊上得来吗？还真的上得来哦，怎么那么厉害？哎呦，我是登山高手哎！哎，糟了，身上没有带东西，看样子我们要挖东西上去了。哎呦，这样羊上得来吗？哦，
这就是羊厉害的地方了，对吧？哎呦，啊！ちょっと待ってください。羊不见了啦！我们家的羊不见了，这该怎么办？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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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嗯，我要发挥我波斯王子的功力了。时间暂停，不对，不是时间暂停，那个是奇怪的东西。时间倒转，嘿，哦。哦，这一趟的旅程还真是辛苦，刚刚脖子有点小小扭到了，不过幸好你还在。等一下，我的十字沙漏的沙子已经快没有了，多捞一些好了。糟了，我的十字沙漏嘞！啊，嗯，我们再澄清一次，这一次要保护好我们家的羊羊。等一下，你是向导还是我是向导啊？真是很讨厌哎。我们要怎么安全的走过去，可以让我们家的羊不会就这样子被绳子活活吊死，还蛮恐怖的。我发现阿神奇，哎，绳子怎么断掉了？啊、绳子嘞？嗨，我说绳子不能乱吃羊。我找到了，所以不能离太远是吗？哎，小，好，所以首要的条件就是不能离太远。那，好好过来。好好过来，我们要想办法爬上去。有跟上吗？好的，所以刚刚应该是羊羊，就是我跳太高了，羊羊跟不上，然后他就在空中，然后绳子就断掉，然后就发生很恐怖的事情。怎么会比 Bobo 被啊？怎么会比 Bobo 被就是被那个被那个叫做什么被树木贯穿还恐怖？我们从这个地方绕过去吗？不不不，我想要啊，不能合成啊、羊羊，我们换个地方走，这里可以吗？我让挖一条路让你上来，这样子你应该可以上来。哎，小雪人先生，我们要挖一条路上去。哈，雪人先生不见了。我这个地方只是一座会吃人的山。应该不是。我们要慢慢的挖上去，所以这个挖开，你可以过来吧，羊羊。嘿，这样子慢慢上来，应该不会死掉。其实确保你还在我手上。OK。哎呦，我们要挖过去，有跟上吗，羊羊？天哪，不是你是向导吗？嗯，有跟上哈。哎，小一小，有点汗。不过我们似乎是上来了，我们就这样子一步一步往上走，应该不会发生一些奇怪的事情了。这个地方需要挖开，雨停嘞。哎，小，我们可以走这里吗？好像可以哦。有跟上吗？哎，跟过来，跟过来。好像走这里就不需要一直挖了哦。咩，好像是在前方的样子。哎，小。可以绕这里过去，跟上哦，不要再发生恐怖的事情了。哎，小心，小心，小心！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！天啊，这太痛苦了吧！哎呦，啊！我要挖出一条活路，然后不能让我们家的羊发生事情。怎么变成我在保护你了？幸好我来过这个地方了，我知道这里的雪人都是好人。如果这里有点危险，小心！看到我，如果没有记错的话，就应该在前面了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没到了，到了，就在前面了。哦，挖了一座山，终于过来了。呼，把一些，我、哦、身上好多雪球，可以玩雪球哎。没，我们可以丢雪人吗？不就，不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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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是攻城战吗？不玩了，不玩了，我们把雪球丢掉。太小，太小。原本是要带，我们是要带一些粮草过来嘛，超好吃口粮。
所以是要把这个东西给这家店里面的店长是吗？洋洋店长，哦，绳子又掉了，你们绳子掉到哪里去？哦，在这里。嘿咻，不要乱跑，回来。哦，他自己知道要进去是吗？回来，哎呦，又掉了，回来。所以是要走这个地方。娜，过来了啦，你很慢呢。不好意思哦，结果我们不让你过去。冰雪奇缘任务二，看一下任务二是什么。妈，上了雪山之后，天空就开始落下绵密的白雪，映入眼帘的是一栋别致的木屋，屋子周围绕着许多雪魔像，周围的一切被凯凯，这个字念凯吗？还是皑皑白雪覆盖？哦哦哦，雪小样拨了拨头上的白雪，感觉这栋木屋真的不错。不赖吧，洋洋走进去之后，洋洋走进了木屋边补充道，这座雪山终年积雪是因为这些雪魔像。啪啪，一个雪球砸向了谢小样。哇，系统欢乐的拿起雪球，其实雪魔像好玩哦。被系统的雪球击中了之后，雪魔像纷纷开始丢雪球。啪哇等等，谢小样被一大堆雪球连续击中，狼狈的绕跑，怎么都丢我啊？因为他们丢不到我嘛，系统吐了吐舌头，这样才作弊了。哇，谁想要连滚带爬的跑进屋子里面，几张零碎的椅子和桌摆在桌子旁边，壁炉上面暖炉静静的烧着，谁想要来到了木屋的大厅，谁想要拍了拍身上的雪。好了，旅社的主人在哪里？进到旅社中找到旅社的老板。旅社的老板是他对吧？哦，稍微取个暖，身上都是雪，甩一甩，啪啪啪啪。我们要去找旅社，不要这样子看着我，你还想砸我是不是？我想吃点东西，肚子有点饿。快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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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吃好吃。然后这里应该是走出去，我们到楼上去看一下旅社的老板有没有在二楼。旅社的老板是在，不对，不是在这里，关起来。我记得是在二楼附近啊。有了有了，是你吧？任务三，看一下任务三是什么。哦，我出来了，看一下，哎，有东西在这里。哦，是我的绳子，绳子掉了。看一下任务三，奇怪，徐小样四处探望，怎么都找不到旅社老板人影。没，向导杨妹妹咀嚼口中的草边说道：“找老板，我就是啊。”哦，系统一连，系统一连，茅塞顿开的帽，茅塞顿开帽，难怪没有人影。不好笑啦，所以小杨盯着洋洋问道，你真的是老板，你有种族偏见哦。谁说洋洋不能当老板又当向导的，洋洋不停觉得吵，所以小杨一脸呆滞，难怪补给品里面只有一堆草，我在想这个地方要草搞啥啊。原来那不是你要吃的哦，系统边啃着面包边问道。你说谁吃草啊，而且还不要都吃面包啦。哎呀，所以小杨正要敲系统头的时候，突然觉得面包有变少，人家才没有偷吃呢。系统抗议道，这里的厨房有面包啦。哈哈，杨沾沾自喜道，现在一提厨师也是我。这家旅店这只羊根本是万能的羊吗？西场上张着一张嘴一脸不可思议的样子。是哦，啊，两羊看着西小样，等等可不可以帮我煮个南瓜汤，你可不可以帮我到外面的井口去打点水。小西小姐，小西小姐是谁啦？不要乱追我家的系统小姐好不好？好啊，徐小样拿着水桶往门外走去，找到门外的水井。什么东西？水桶，我手上没有水桶啊。水桶，他刚说水桶在哪里拿？再看一下。找到门外的水井，所以我不需要拿着水桶喽。嘿，门外的水井应该是这个对吧？哦，有了有了。任务三，冰雪奇哦，不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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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记得好几集 episode 之前我也掉下来过。哦，找到了，谁想要走向水井？没想到这个地方有水井哎，这个井谁想要伸头？往井里探了探，好深啊！忽然间，谁想要觉得脑后一阵冰凉，哈，一个雪球硬生生的砸了过来，一个重心不稳，谁想要摔进了井里面？天哪！谁想要叫道？雪魔像什么的最讨厌了吧？扑通！谁想要漏进了水里面？还好下面是水。谁想要抹了抹眼前的水？
眼前的景色虽然让徐小安愣住了。噗噗，地狱小猪猪正在认真的研读书籍。啊，地狱小猪猪，哦哦，我记得我第一次下来的时候没有这个地方啊。啊，地狱小猪猪，地狱小猪猪正在认真的研读书籍，即使如此，仍然舍不得放下手中的爱剑。地狱小猪猪发现了薛小样，两人对峙了一分钟。不，一分钟也太久了吧！两人对峙了一分钟，哇！薛小样杀猪般的叫道：“我不好吃啊！”哇！地狱小猪猪惊道：“我也不好吃啊！”双方都喊了相同的台词之后，又愣了一分钟。双方同时笑了出来，经过了一番解释，哦，是想要惊呼，原来是，哦，原来提尼斯水会的水是你做出来的。嘿呀，因为地狱最近面临粮食危机，想说种种农作物，但是地狱根本没有自来水源，只好自己想办法。地狱小猪猪缓缓道，不过提尼斯的水会其实是因为实验水源失控才跑出来的。原来我喝了一大堆失控的实验水，是想要害你了。放心啦，虽然是实验水源，但是品质是没有问题的。地狱小猪猪拍拍胸脯，还因为这样造就了一个大城市嘞。也是啦，徐小浪点点头。啊，今天的事情不要告诉别人，嘿嘿。地狱小猪猪顽皮道：“我送你回地面吧，按一下回到地面的按钮。”Soga， 你从地狱来的？哎呦，我以前曾经来过，不过我来的时候这边没有人，我可以丢点垃圾进去吗？怎么丢不进去？也吸不出来了，哎，丢进去了，我的方块传送走了，所以那我就、啊、这边有附魔台，我想说这边可以顺便附魔一下，不过我回去再附魔好了，这里的书籍好像没有落英之城那边多，对不对？我们回去原本的地方，嘿咻，咔嚓，冰雪奇缘任务 end， 看一下最后一本任务是什么。徐小安回到了地面，喃喃自语的说道。似乎看到不得了的东西了呢。徐小安回过神来，发现眼前是刚才那一群的群魔像。你们这群王八蛋！徐小安捡起了地上的雪球丢了出去。哇，你妈！徐小安们，不是徐小安们，群魔像们躲着躲，跳着跳，怎么感觉混出奇怪的声音？你妈是什么？徐小安疑惑道，继续在和群魔像打起了雪球大战。小样。因为徐小浪久久问回系统，出来看看状况。哇，你们好过分，冤枉也不来找我，我要玩。系统开心的加入了战局。系统加入不，吸入仓物不久之后，大家忽然安静了下来。躲在石头后方准备大量水球的徐小浪探了头看了看，小样小样，系统开心的对着小样挥着手。其实雪魔像好酷，可以吐出无限的雪，而且还可以刨冰吃不完。怎么突然吃起了刨冰？徐小浪走过来，没有关系嘛，一起吃吃吧。徐小浪递过来一个草莓酱，左手递出了一碗冰。好啊，徐小浪笑了笑，任务完成，声望加20。提个水，怎么那么久还没有回来？OK， 这一集 episode 欢乐的小样的故事差不多到这了，总感觉在提尼斯这个地方，不管是主线一、主线二还是主线三，仙人掌还是就是合成台，又或者是帮洋洋老板去弄一些东西，都感觉跟系统培养了还蛮浓厚的感情哎。而且我觉得这个主角，不是主角，我觉得这个作者他对他的作品真的还蛮会拿捏的，尤其是一些对话，还是一些情境的一些反应，总之玩起来好开心哦。真的感觉像是在，就是像是在一本小说的故事里面一样。那各位爸，如果喜欢这个系列的话，不要忘了给作者一些鼓励。然后，如果喜欢影片的话，不要忘了在左下角喜欢，在左上角一个订阅，随时影片频道，随时跟影片动态。我们下一集 episode 再见喽 ，See you guys， 拜拜。嗨嗨，又到了阿神片尾闲聊的时间了。可以点一下右上角看一下 Dota 联盟。说到 Dota 联盟，就想到前两天的时候晚上跟一个 Bob 互相对打，结果连续输了3场，好难过。不要这样子电我啦。